过看世界。黄鼠狼的屁为什么那么厉害？呱呱呱呱呱呱！哈哈，果果，我们把琪琪甩开啦！哼，你们得意什么？让你们见识一下黄鼠狼的连环屁！妈呀，臭死我了！刚才那是谁呀？是黄鼠狼。啊，黄鼠狼！琪琪竟然用黄鼠狼的屁加速！啊，为什么黄鼠狼的屁这么厉害？我们还是问问松果吧，松果一定知道。松果，松果，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嗨，我是黄鼠狼，一提及我，大家都会想到臭屁，好尴尬啊。其实黄鼠狼放屁是为了能在大自然里生存下去啊。看，在每只黄鼠狼的屁屁上都有两股臭腺，它们会分泌恶臭的臭液或臭气。如果遇到危险，我们只好从屁屁里喷出臭气，趁着敌人被臭懵的空隙赶紧逃之大吉啦！啊，老虎！我们的屁可以麻痹敌人，如果碰到眼睛里，会又痛又辣，流泪不止的哦。什么东西这么臭？臭得我的花儿都谢了。虽然放屁这么厉害，但臭屁只用来对付敌人。大家愿意跟我做朋友吗？嘻嘻，黄鼠狼的屁虽然又臭又厉害，可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嘛，不怕不怕。琪琪拜拜。琪琪，你还好吧？早知道这么臭，我就戴个口罩了。